玉君小姐，后台后台，你来，请说出你要忏悔是什么？我为什么好忏悔？我不想要忏悔，因为我都忘记掉了啊！他真的，这个是全世界上好命的人啦。我跟你讲，伊要忏悔啥？我怎样？怎么样？因为爱伊的人足多啦。那有？无？闲啊，干这样是一个单身。对这个问题，我也要单身狗啊。好了好了，其实你是一个菩萨，其实你这辈子不要再去想说我要赚多大的钱，我要去谈多少的生意什么。我跟你讲，该给你的上天会慢慢给你。哦 ，OK， 谢谢。好，所以你请的关系，没记得啊。哎，什么拢未记就是足好个啦，好命啦，好命啦！不记恨，不记仇，不记那些火气伤。是，最顶一面。哎，你最顶面爱会记个，那面鬼都未记啊啦！最顶那一面啦，天光哎都长眉相啊！不是，你跟我们讲，长眉那遐济人，遐济人，是啊，就是济人。来来来，你要信我，最顶那一面好好唱哦。一个无人的海面，海浪来来又去去，有太多记忆，快乐悲伤小提示，脚印无相对，沿着海花游落去，谁知影你伫倒位？特别寒冷的冬天，捧着一杯乌咖啡，想体会为什么你会这爱这对。苦苦的咖啡，透出幸福的香气，饮到这才失控，拢无停。咱最爱的一面，咱最爱的一面。